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而且我现在超讨厌钟成武，我想真的。就谁敢欺负女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其实啊，姚松仁根本就不是 rapper。What the bro， 立爷公啊！他在我心中其实是文青，超文青。我只会超朱德庸，我不是超文青。我好不容易才脱离这个阴影，他马上把我带回去那个漩涡里。热狗互称七真，我现在超讨厌钟成虎，被马念先第四超朱德庸是文青。我想要当艺术家，当艺术家，把泥巴丢在我身上变成艺术家，就像一幅画，或许他出你会挂上。饶舌金曲歌手热狗连续两天在小巨蛋开唱，找来文青女神陈绮贞助阵演出。爱的幻觉。快继续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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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快继续睡，才能继续做梦，睡自己。快继续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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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睡该躺在你的衣柜。今天算是我的那个小小的圆梦演唱会。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陈绮贞，而且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很喜欢很喜欢，可是我喜欢的程度已经有点到那种脑残粉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现在超讨厌钟成武，我想真的，算不想这个，没有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就谁敢欺负女神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日子都快过不下去，哪有空管以后？其实我今天有一些心里的话，想要跟大家讲。其实啊，姚松仁根本就不是 rapper。What the bro， 立爷公啊！他在我心中其实是文青，超文青。我只会超朱德庸，我不是超文青。我就是想说这件事。他说那么多人在隔离，你说911他们隔离，就算隔离三个月好了，他会看到朱德庸的东西吗？不可能啊！什么潮州土狗？不可能啊！那个电脑现在都会演算嘛，都会依照你的喜好。推东西给你，所以你喜好的东西其实是充满文艺气息，现代李白。谢谢马尿，我好不容易才脱离这个阴影，他马上把我带回去那个漩涡里。我唱的什么都不会，已经三天没睡过，怎么都不累。这条老狗的身世怎么还不醉？都说不行，这腿你看过飞飞。如果你让我讲整个华语乐坛。就是我哪一个饶舌歌手甘拜下风的话，这个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蛋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林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富城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蓝蓝，我是威渊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穿哪裤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立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